没事了。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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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他是射爆之后不会蹦出一大堆，不然我一定来不及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？啪啪的，放一个。哦，没事了。噔噔噔噔，哎、欸，还没有。好，结束，换游戏。首页，帮某人打码。哎呀，我一点前就起床了，所以是谁呀？忍者猴，飞飞猴，我前面真的是送有点烂哎、欸，我想找时间刷这个了、欸、可是好难刷哦、喔。你看要到1000个才有钻石的哎、欸，啊，算了，吃下再来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蹦出了这个，看一下。好便宜哦！好了好了，换游戏。游戏名称：欧达。完成。我改一下分类哦。OVR 怎么跳远 ？OVR。WATCH，OWER 是什么东西 ？OVER 更新资讯。标题，教练要休息，改玩斗阵了。哎呀， Hi ，这么多人在等我啊！两个出去吃饭，我在吃饭。谁去吃饭？两个去吃饭了，老菊跟小鱼啊。哦，不意外啊。我还没吃饭。不意外啊。你要说什么？他就是不想跟你玩呢、啊。哎，我也不意外啊，他就很讨厌我啊，整天说喜欢我。那现在在跟老菊手牵手。然后听着台说：“哇靠！”没有，应该不会听台啊。早上叫老G拿他手机挂我的台也没有挂。哦，好到。对啊。今天好早开台。还好吧。半小时我才起哎。因为没有，因为早上找不到影片剪。剪出来的影片又不太好笑，还撑了6分多钟，想说算了，那就干脆不要剪了，用早上看台的时间拿来，讲反了，用早上看影片的时间拿来开台，这样。哎、欸，我想氪金，哪款等等，氪啥？斗阵啊。看一下哦、喔。是想抽道金是不是？100联盟代币。150块，他现在应该有特价吧？现在东西有啊，他的特价是后面啊，900联盟币加100块，只要1200元，直接50箱刻下去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前面不怎么划算啊，等于只是把钱变多，价格变多而已啊。是不是有两个人的游戏还没开好？ING， 然后就还有人趴在床上。不是，我是想要买仓鼠的那个什么队伍造型。哦，粉红色那颗球好像变糖果一样。你靠呀！我想要买粉红色这个。我看哪个？那
那个啊，最右边的造型，最右边粉红色那个队战队的造型，然后的仓鼠，我觉得很可爱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我关个麦。要把里面麦打开。为什么我成为了队长？嗯，你要问，刚刚谁队长啊？就口啊，还有战利品，点下去。为什么你战利品永远都是辅助啊？但我有时是在肉盾啊，只是我不会去肉盾而已。来，来你自己上。一二三四五，我怎么感觉还是少一个人啊？除了小鱼，平时哦，啊，紫色不是说在吗？啊，怎么紫色不见了？他有说他在吗？我说他在，我却说在啊。没有啊，他只是挂着睡觉吧？对啊，谢谢小朋友。在骗我啊！好，快打开，还是你不想跟我们玩？对啊，是 Tina 啦。啊！上线哦。首先那个应该……等一下，是不是要先关掉那个？关掉画面。我现在做三星，我在捐发票。等一下哦。喉咙好痛。为什么？首先那个应该不是还没醒，就是还在赖床。赖床几率高。哎、原来还有在开台、哎呀，我怎么？当然了、啊。哎呀，继续去挂。我怎么不小心右边的数字就多了一？靠近数字。我觉得我看到了。嗯？我一点前就起床了，所以是我要等你们起床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升级真是最棒的！我昨天点半就醒来，全部标记已定。忙其他东西，然后都没挂台，报道。因为没有，我睡醒我先去把衣服丢进去洗衣机，然后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然后才来开电脑。应该是我电脑会先开，可是我不会先动东西。我起床第一件事先看手机，然后滑着手机就看到直播打开了，我就很想睡，就把直播。我因为说教主什么时候他开台，我怕我睡过头。然后就说，哎，等一下继续睡。感谢你。起来第一件事看手机，就看到开台了。因为我想说，我想再睡一下，然后担心一睡就超过十二点，然后叫人说开台。还是有战利品，好棒哦！我战利品在辅助了，拜托。你、欸、拿出来。出来，好，给你。带你出来吗？没、欸，等下是没有，有些人让你先玩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干嘛？战利品对你不重要。其实，因为他这里的战利品不是冬季的那个。哦，对耶。好快哦！吓死我。我是为了让好了，快看我。哇，现在欧大又有人了，吓一跳，这么快。哦，你好粉哦。秒克啊，酷啊！我傻眼。棒棒糖哎、欸，什么傻眼？很可爱哎、欸。你我反正觉得捕食最难玩的是 B 级，他要打得到人。我所有捕食里面最不会玩的就是 B 级。你把他当坦克玩的话，他伤害又不，他的弹药不够，再能基本上就是一定要两个坦克在前面冲。对面，你知道你队友是 B 级的玩。你想看什么？你是造型。我造型，你在哪里？他在那个总边。你好粉哦，棒棒糖哎、欸，好香糖，糖果啊！你有看过以前有那种很大颗的口香糖吗？然后颜色就是都是这种，就是那种很像星星的颜色，不是吗？你说的是棒棒糖吗？也是口香糖啊，泡泡糖不是吗？哦，对啊，有很多种哎、欸，你是讲哪一种？就是在那种进口糖果店的那
我最记得以前是有一种很像瓜牛形状的那个盒子，然后棒那个口香糖是卷起来的，然后可以撕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知道那个，就一片，它是一片卷成跟瓜牛形状螺旋的，然后就一直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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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很像胶带。对，然后你就吃到后面，觉得嘴巴好黏，口水好多。都爆了。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虐待机器人？对啊，我去试试看。我不能蹲下。我看到一个影片，送你这个花村仓鼠。什么花村仓鼠？啊，我在专门防守那个 B 点的地方。花仓鼠走到边边一下，然后直接靠爱扛住，然后再拉回来，代表它基本上是原地扛住。那个要有一个微微的点呢、欸，微微凸起的点才有办法。我有看到啊，不是 我不是看到那个啦，我是看那个哪里，福斯凯亚第一个点，所以他可以贴的地方一直转圈圈，不是吗？没有，他是那种就，但、啊、路西欧只能往一个地方滑嘛，他就不能比较干，没事咯。好难哦！哪里啊？你在玩什么？欢迎我。就是这样啊！啊，跳过头！你是要去哪里？就滑哪里？左边一触发 Ctrl 之后再拉回来，就等于说我是原地 Ctrl。哎，过头。啊？我看。哦。嗯，这边不够高。哎、啊欸，我要改房间。你说往下马上按 Ctrl， 往下怎么按 Ctrl？ 啊，滚，还是往前了，就等于说我要原地砸的意思啊。可是它要有点高度，对吧？要不够高。它微微一点小小高度。这个由我掌控。我这边不能打掉，我不知道拉不拉得回来。这边好了，这边也可以。啊，没过去。因为他在滚的时候，他会往上一下。其实理论上你是可以凹回来的。那个触发太，那种触发的太强了。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会撞墙壁就不全速了。我干。嗯哼。你好。你这什么造型啊？他们说是破坏网吧，破坏网吧，是垃圾真的造型。优势在我这边，因为我是垃圾。没有回去。嗯，那机器人会叫？会啊。被推下去，机器人会叫？会啊。宝宝，快点上！哟。哎、欸，不是说仓鼠变回球模式会自动换弹吗？会啊，不过等一段时间、啊。没有人会站着射啦。真是完美。我忘记是1.5秒，2秒。就是滚一滚，打一打，然后再滚，滚一滚回来再继续打。好。GY的胖子。哎、欸、，BG 要怎么补人？一打到人，打到人，打到人，或者是装甲包。哦，基本上是打到人的。可是，如果前排不是两只那种莱因哈特跟猪那种的，这只如果都是那种会往前跑的，你就很难补了。哼，不会冲的，不会冲的你也很难补，像欧瑞莎之类的。哦，因为欧瑞莎他基本上都是定点的，他不会一直贴着人打，所以说 BG 就很难补。好，对我来说 BG 的要求性太高了、啊、像第一百个星星飞来飞去的他也不好补，至少他的那个打到人都补血不好补。好烦哦，怎么那么歪，怎么歪啊？
上面，可以帮我打他吗？上面，来，我帮你。嘿，有没有很好打？没，他们有迪巴跟金哥嘛，还有麦卡利。那迪巴在那边浪费。哇，他们那么甜的吗？你冲出去啊！哎呀，要多命！看你不会出来帮我冰那边啊？你啦！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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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准备姐姐准备姐姐准备姐姐！喂！哇！夺命在右边。死了！死了！紫贝姐姐不要跑，紫贝姐姐。白金，我需要补血。好了，走了。霸凌现场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不看一下对面的。怎样？他们是真的了。他们是真心走啊！不是，不是假的。他们出法拉了！哎呀，我怎么当法拉？我之前没有玩。哎、欸，老居，接下来还是小鱼。结果是开远端进来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上大好快啊！等一下，那我推车啊，你们加油！啊，我没有那种坐下的，小妹好像没有坐下的。楼上是有十个嘛？好啦，在上面。好啦，好啦，真心吗？法拉不会飞。这边是蛮像新的啦。他们法拉也一样啊，法拉不会飞。可能就是习惯空白键按着按到底的吧。法拉不会飞。要不先自己回来哦。好。哇！你又自己开大。按到的。屁！把你的 Q 拔掉。我觉得应该要改在按不到的地方。我是被打了，哭啊！啊，哭啊！对不起。哎呦，有点。喂，我回来了。开台。哭啊！我有看台，我很乖吧？屁！我刚刚有讲你的好话。那请问在玩？推点，推点，推点，你还往前冲？什么法拉会被？什么法拉会被撞到？他在地上跑。我拉后打一波，你们没问题。艾大师傅，师傅没大。乐你妈的头啦！开过大了啦，草屁哦。法拉惨。法拉在后面绕。微不足道的挫折。不是啊。我手好冰哦！没血就回来哟、哦。慢一点，不需要准度的。我有位啊。不掰。我这个小地方，为什么躲到我后面要往前跑啊？他。没有，因为他那个位置他来不及过去了，他直接放弃了，直接弃掉。元素开大了，体悟心灵祥和。来啊！打打！奇怪的和尚，真的，真的和尚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！你们打其他人打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准备打超人了。看也是多好挡啊！我那个猪猪不好意思。那老头子的属性应该算是血吧？为什么你会起火？不烫吗？你们是不是因为
对面是小号就我没有哦，九口，我还是很乖的，我来了，在后面哦。我在找路了啦，等我啦。我操，这是什么勇士？我在装子弹呢，不好就把它冰起来了。右边和尚，右边和尚。我去找他玩了。好好。原是小妹妹跑了，然后法拉在上面。啊，法拉就是跳跃系法拉。哎，完蛋了！要上。那法拉有。那法拉有什么？大声讲。说法拉有人进。右边。后面几个吗？法拉来了。哦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我要思考一件事。后面莫伊拉。在跑。人体推车，回到现实上，呜啊！我的妈！是有人打我、啊。胜利！我听到艾琳的。加加哈。我要线上，饿、哦！我的妈！被砸、啊，因为他被砸到啊！不是艾琳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！不行，这张地图太暗了、哦。对啊，这张太暗了，头上超难看的。对啊，我现在都把头顶拉起来了。一定是炮台做事。一定是炮台做事。没有炮台好吗？炮台只有撑一下。爱打。嗯哎、欸，这样子，干嘛？这样看哦。哈？请问老，请问小鱼，你要玩还是要看？我玩。刚刚谁叫我很汤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刚上班。哼，然后嘞？其他数。很汤哦。哦，那不关我的事啊，我是治疗哎、欸。他也是治疗、啊，我也是治疗。为什么我进不去选？哦、不是啊，你莫伊拉击杀击杀正常不是吗？谢谢。我之前没有上榜过啊。谢谢。可是这不是你的战利品，这是老局的战利品。对呢，是不是？我出去了。你可以登自己的账号啊。不懒得跳。什么？老居的被小鱼抢了是不是？屁嘞，他出门。那你要约几点？七点好吧。好，那我打电话。谢谢。你说你们是要去吃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。我不会去的。吃烧肉。这是什么？你又没约我。哎呦，你有约我，可是靠腰我要开台好吗？不是，我有讲，我一直都有讲。我说你要看我的业绩有没有到啊？那我约你五号可以吗？要干嘛？嗯，不知道。五号，五号你是要来淡水哦？五号可以啊，因为水里会上来啊，跟舌头啊。来台北吗？还有我啊。对啊，还有他。五号礼拜几？五号礼拜几？这个你怎么知道？礼拜天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六号就走了。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来用鼻孔吃毛巾奶奶？
还有一个哦，还有屁股，屁股用屁股就算了啦，不能露点啦，没人要看啦。哦，你有什么要知道？你去打码哦，我知道要看不完。是有一个人会看的啦。他不用啊，他自己看就好了，干嘛看影片啊？什么啦？合理啊，欸，他平时自己就可以，你自己去买个麻吉吃给他看啊。什么啦？你在看台耶？我没有讲什么啊，怎么？我只说买麻吉吃而已啊，怎么了？又没说要怎样吃。对啊，哎，又不是叫你裸体，然后蹦在身上吃之类的，人体肾之类的有没有？听到这个叫声就知道合不合法了。不是啊，我是想练这只啊。那你那什么？这叫什么名字啊？巴蒂。仓鼠。巴蒂斯特。还蛮爽的。咻。太厉害了。测不到炸弹。他当做完法拉的时候，空白键按的死死的。真希望可以再遇到刚刚那一堆。我觉得刚刚那一堆跟我们的实力差不多。哎，不行，有边界飞不出去。想干嘛？你想试过的东西我都试过了。这是懂的什么？哎呀，蜜桃肉肉，什么？你要玩什么？我试过的，你都试过了。那你有试过连续开三个模拟器在按手游吗？当然是没有啊。你有试过？我最多开两个。你有试过当天来回香港？艾琳应该很少在开模拟器。艾琳应该很少。我很久没开模拟器了。防守方，我猜自。他上次开模拟器的话，应该是两年前。十七，对，十字契约。哎，我然后我应该没有很想赢吧？还是很想赢？在那个什么飞十三，想赢。你不想赢要讲，我就换其他角色了。我想赢，我造型啥都还没拿到，好吗？这只不发表任何意见。这次不拿到了，发票任何一张，昨天就把它玩完了，哼，怎么那么无聊啊？没人陪你玩哦。没有，昨天我关电脑了，我关电脑了，他们才来玩。问哪？可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们有在玩呢、欸。有啊，有，我玩到早上，应该睡着了。我玩到很晚，好不好？好好，都可以玩游戏。啊，都可以玩这么晚。我都要睡觉了。对啊，啥夜？今天玩完之后，我们过不久就去玩。你不是没电脑？哦，对，我昨天是太累哦。有猪，我看你们，我没有很多你。安娜加油！察觉到，不谢了。哎呀，安娜加油哈！有大了吗，安娜？哎，星星。快了，49了。哎、欸，救救救救！哇！不敢。我的少界塔。什么？你的少界塔？你是少界塔的吗？对啊。我是少界塔。他是少界塔的，没错啊。真假？我是新美塔呢。我以为你是那只安娜。那只安娜现在是变小鱼了。没有，现在没安娜了。OK。我看到艾琳的脸上直接接了一颗炸弹，你脸不太好。哎呀，你应该笑，笑不笑？笑不笑？开起来！甜甜，像地图这里面都很奇怪的点，有啊。哎、欸，楼上有人，搭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些点也不好吃啊，不能像那个巴黎那样的战场啊！啊！这边看一只星星越过去了，他们走二楼啊，二楼都有打。
我靠！太多声音了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艾希，为什么？我也打拜拜。弟弟啊！你别找路，你护我。要跑。秒十。我也拉扯，听到你后面，不行不行，楼上有麦卡一直在反，那个紫薇一直在，紫薇一直牵他，我死了，再牵呐，什么时候有衣服穿？艾希，还有了。珍珠，那、我是蛮给的，你今天你差别了吧？中间呢？中间好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左边都有都有。二楼，二楼两只。二楼，二楼星星还有一只不知道是谁。麦卡利吧？哦，跳过去，都跳过去右边呢。哦，麦卡利左还有啊，麦卡利在左，麦卡利在左，石碑在左，艾希在左，对啊，正中间，正中间。有我有看，我有听。我们艾琳爆打呢？干，又是奥赛的！哇，帅啊！帅就要赢啊，帅！不救了，不救了！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们的安全。麦克，请移动至平架。呜！心跳过去了。猪怎么可以浮那么快？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顶不住了。旁边有人。旁边有星星，护卫。正面哦。干无缺，你改嫁哪里啦？小房间。我要走了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哦呦！位置怎么奇怪？我放哪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是在找你呀、啊。没有，你都不要放在我身上啊。哦，你这方向是吧？因为我不能被发，我本就不太能被发现啊！被发现我多一个，我就爆了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不是啊。旁边有，旁边。旁边还有吃的呀。旁边是哪边啊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有麦卡利，啊，左边不知道。没了。在哪里啊？被发现我就容易被点掉啊！避雷是玩刺客的，那我假装放这边有没有？可以。哎呦！然后翻过来好几个。星星来了，他下来了，完了。你这次打我了，臭星星，他妈的！我以为你要死了。哎呀！哼，这麦卡利跳起来了。这麦卡利在哪打我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星星，不要顾着电我。那你这样，你叫我冲进去他。那不行。我直接是，猪猪在哈喽，在哈喽，老，干嘛？我靠！对不起，十五秒，要回家总结了。
子弹。啊，来不及，他们来不及来哦。有，来来来，来对决吧。他拿到雪天使了。去拿到雪天使。我带哪一趴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了。就我跟你讲，之前我中段怎么不是我？哎，不是我，哪一段啊？哦，可怜哦，可怜，可怜，没错，我直接被嘴，被嘴，嘴，你看说，哎、我爽，太厉害了，嗯，很想赢哦，很想赢韩国。在开台哦，大哥在开台哦，回答上电视咯，当时我知道，还好我漏在那边，我那漏在那边就去放好了。开三立屏，哇，还有紫色的钱呢。欢迎来到训练中心。欢迎来到七哥乐意。有我在，谁都不准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演戏看一下。我叫麦卡利，是个医生。我是西格玛，是个医生。我才刚想调一下那个灵敏度。库拉多。我是西格玛。我可以玩原戏吗？还是个医生。我叫布拉多，是个医生。可以哦。蓝露珠上场，是个医生。哎，蓝露珠真的不可以是个医生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面六排吗？不可以。你看到谁了？对面六排吗？有吗？哦，边缘人。你真的很过分。那我等下完全玩的边缘人才能玩的角色了。没有啊，你那只也可以边缘人啊。就是你给自己补血，没有人帮你补血啊。可是他为什么会问对面六排吗？啊。他说好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在垃圾蹲九口防守方啊！想跨年呐、啊？哎呦，我刚刚在打电话没啊？这是超美学员吗？想跨年嘞！那时候我觉得你说出来，你现在说我也是你的，拜托约我。反战，在楼上死呢。对对对。哇！出门了，吐司。麦阿尼斯在后面玩啦。我不来，我走了。哇塞，这不哦，你俩怕？我出门怕，来。